Hello，我是乌龟。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又有新的挑战来了，这次的挑战是情人节挑战，而且主角竟然是雷龙。哎，雷龙跟情人节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挑战长什么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哎呦，这个是11级的大本营，而且是用了各种不同颜色的城墙排成了大大小小的一大堆爱心，不愧是情人节的挑战啊。那这次我使用的解法路线，我在这边先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在上方有一个用白色城墙围成的白色爱心区块，里面有天鹰火炮，这个区块我会用雷龙来处理，但是因为里面放了一大堆的旋风陷阱，所以我会先在这两个位置下出苍蝇来把旋风陷阱尽量探出来，然后再用一只雷龙从大约12点的位置下进来，慢慢的把这个天鹰火炮给处理掉。再来是这个阵型左手边有一个用紫色城墙围成的大型爱心区块，里面有5座 X 弩，这里我会从9点的外侧下蛮王跟女王进来，让他们把这个区块给清空，顺便也处理掉城堡里面的援军，援军是一大堆的小小弓箭手。再来是这个阵型右手边有一个用粉红色城墙围成的区块，里面有一大堆的圣水库，这边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沿着整个粉红色的城墙外围有一整圈密密麻麻的电塔，真的是不太好处理。这边我会先在3点的外侧下出大约一两只的雷龙，来把一些电塔打掉了之后，慢慢往2点的方向将主力部队全部的雷龙下进来，并且跟上大守护者，还有一只熔岩猎犬和我的工程气球，然后慢慢的往大本营的方向推进。好，简单说明之后，我们就进入实际的挑战吧。在靠近11点跟12点外侧这里下了2只苍蝇，把一些旋风陷阱给引出来，这里少说也可以引个4-5个旋风陷阱啊。然后下了一只雷龙进来了之后，我从靠近5点外侧这边的单体火塔位置，慢慢的用几颗气球来把这边的空中骷髅陷阱给引出来，这里的骷髅陷阱会去找我的雷龙，那这只雷龙应该可以慢慢的把这些骷髅全部都处理掉，并且也把12点内侧的这个天鹰火炮打掉才对。如果这里你的雷龙意外的死掉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再下一只进来就可以了，其实影响不是这么的大。主要想要把这些空中小骷髅先处理掉的原因是我们最后才会来打大本营的这个位置，所以当我们如果最后存活的部队不够多，又要处理一大堆的空中小骷髅的话，其实是蛮烦人的。现在我在靠近9点外侧的地方先下蛮王开墙，等到蛮王走进去了之后，我在后面跟上了女王，接着准备要来处理3点钟这里的电塔了。你们可以看到雷龙已经把12点内侧的天鹰火炮给处理掉了。接着我在这边操作的顺序是先打开蛮王的技能，然后在3-4点的外侧下雷龙清掉外围的电塔，10点的地方也补了一只雷龙进来，然后准备来看准对方的援军丢出这一罐毒药法术，剩下来的雷龙从2点的方向下进来，跟上了大守护者了之后再跟上大球，一只狗则是从大约靠近1点的外侧斜斜的飞进来。这罐狂暴法术可以让我的雷龙一口气吐掉2座法师塔跟炸弹塔，然后继续往阵型中间来推进。我在我的蛮王和女王前方丢了2罐骷髅法术来保护我的女王不要被对方的单体火塔给粘上，然后我刚刚从10点进场的一只雷龙，再加上原本从12点进场把天鹰火炮打掉了这只雷龙，他们两个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把原本正对着我主力部队的一座吹风机从背后打掉了，这个其实对于我的主力部队推进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现在我的女王在安全的打大本营，然后雷龙以及这颗还没有爆开的大球已经要把最后一个单体火塔给打掉了。就是在这个位置，如果一开始没有把那些烦人的空中骷髅给引出来处理掉的话，其实会停在这边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的。那这场的走位算是蛮顺利的，所以最后是扣下了大守护者的无敌还有一罐狂暴跟冰冻就完成了挑战。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操作的路线来完成情人节挑战的话，不妨可以参考看看我的这个解法哦。当然啦，你不要先想着要扣下什么英雄的技能或者是法术，只要需要用的时候通通把它用上就对了。我相信这个挑战的难度不会这么高的。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挑战，而且你使用的路线更容易，稳定性更高的话，欢迎跟我分享一下。当然了，如果你是扣下了超多的部队或者是法术甚至英雄就完成了这个挑战的话，那我也是很希望可以听到你跟我分享你的神操作啊。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啦，我们下次见，拜拜。